吼，咱的记者会，咱个时间抓紧。接下来在地的十七号凤梨，去结合我们的蛋糕这些类的东西，我们的金钻凤梨酥。古人说使用在地的花生、核桃、杏仁果，胶饼非常的好吃。花生糖哦，一款我爱伦贝哈的十大伴手礼的日月烧，菜包饼是非常可口的哈，一个掌声。谢谢。我们现在今年现在我们举办第一届糕品节的活动，那我们结合了在地很有名的，从千桥谷产物的米面包吐司，那甚至是很有名的塔吉特，那还有我们其他的整整有名的产品，来自云林青椒，青椒我们云林蛋糕饼，因为我们其实很多东西在云林是网络上很有名，但是人家不一定知道这是云林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希望透过第一届糕品节的举办，能够让我们推销行销出去这些东西，其实让大家知道说，哦，这些东西出产自云林，然后让大家打开它的知名度，推销我们农业所得，提升我们农业所得价值，让台湾看见云林，让世界看见幸福。我们岛南这个所在呢，举办到头一次的这个糕饼节，那我们也期待啊，透过糕饼节的文化啊，能带动咱地方的繁荣跟发展啊。当然，咱花卉啊，尽量啊，做伙来配合。所以，咱糕饼除了吃得到之外，其实也可以看得到啊，包括闽南啊嘛，用做蛋糕哈啊。透过云林的糕饼节，我们也期待啊，看到斗南呐 啊，也看到虎尾。我们透过虎尾每年的六大节庆呢，也来配合我们糕饼业啊这样的美食文化哈，让咱的乡亲朋友拢享受得到咱这个糕饼啊这个美食的啊这个物产。我们的卫生分级评额，我们有20家报名，19家得到优等，1家得到良等。在参加评审的啊老师，还有博士教授都说称赞我们云林县的糕饼，云林糕饼在管理及卫生的环境都有良好的规范，借由本次的活动在地美食，让我们糕饼业界提高产值。这样的产品是非常不容易的，云林县糕饼节赞。也很想做，因为这个纯鲜赞赞赞赞。